注意旁边的线，往前走，顺顺的，顺顺的，对，注意线，注意线，不要压到，不要压到。教练，你女朋友这次考得到驾照吗？你看大家为了等她，后面都塞车啦。教练，你没有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？ 乌龟虽然速度比较慢，但只要有决心，一样可以到达终点。有时候搞不好比那些兔子还快。对，它一定会跑得比那些兔子还快。没错，因为啊，它直接挡住了大家的去路啦。哎，快不一定比较好，好不好？欲速者不挡，你没听过吗？Yes， 你看是不是进去了？ 后面还有很多关呢，你可不要高兴太早啊！你没关系，我们继续，冷静点 ，OK。 太好了！Yes， 再过一关，我就是新时代的女性了。 确认清楚，确认一下。耶！第一次就过了，很棒！第一次就成功了，哇！你怎么那么棒？你第一次哈佛第一，你承认？哇！这么棒！第一次就过了。对不起，我太兴奋了。你怎么那么棒？考第一次就过，你知道很多人都做不到吗？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好好庆功一下。嗯。 我也以为我会考很多次哎，想不到一次就过了，多亏有你替我加强训练。应该的。我们先交资料吧，交完资料我们就准备庆功的东西。好啊，走吧。就跟你说不要小看小乌龟吧。乌龟？刚刚考场有乌龟啊？没有，其他车慢的跟乌龟一样。乌龟就是考个驾照嘛，这么夸张啊？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，高欢迎。